朋友们，大家好！现在其他工作都准备的基本上准备完了，现在就差布置分房了。就是前面的准备工作都做好了，就是分房做好就是最后一步。今天，但是我们这里的习俗呢，就是要向自己亲戚的嫂子啊，或者姐妹啊这些过来帮忙布置。但这个是怎么？我知道了，这个是直接扣上去的。这一个，再来一个。哦，这个就好看。这边小心一点，这个不是很好扣。这个就是线是吧，三嫂？嗯，就是线，待会把两头淘气。嗯，好。直接把它拉出去就可以了。哎，那挺对的。明天就漂亮嘛，是吧？哦，那好很多了。另外，老表电费高哎，高了些字儿。我看。Thank you.